小朋友好，我是熊老师，我好高兴今天又在儿童主日学见到你。今天呢，熊老师会继续讲儿童圣经故事给你们听。你记得吗？上星期我跟你讲到，圣经分成两大部分，旧约和新约。旧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是在耶稣来到世上以前写的。新约呢？新约是耶稣来以后写的。过去好几次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熊老师都是跟你们讲旧约里面创世纪的故事。今天呢，我换一个方法，我今天跟你们讲新约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以后的故事，好吗？注意听啊。耶稣来了以后，让他长大以后，这个画家把耶稣画成这个样子。耶稣呢，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他决定呢，要选12个人做他的学生。记得吗？我曾告诉你们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呢，他变成一个人的样子，为的是他要代替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还记得吗？但是在他死以前，他有花3年多的时间教导人他是谁，告诉人关于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意、神所愿望的、所喜欢的是什么。他就选了12个学生，叫做门徒。啊，你大概看，不晓得看得清楚不清楚？这里有12个人哦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都是画家画的。耶稣就选了这12个人，每天跟他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耶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要教导他们关于神的事。有一天，耶稣知道他死了、复活了，他再回到天上以后，这些门徒还要留在地上，告诉别人关于神的事情，关于他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好好的训练他们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蛮高兴的一件事情。怎么呢？就是耶稣跟他的12个门徒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。小朋友，你从来有没有去过一个婚礼啊？也许看过，也许没有去过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是2000年前的以色列国呀，以色列。他们呢，婚礼跟今天不太一样啊。他们怎么结婚呢？那个新郎跟新娘啊，怎么结婚呢？首先是这样的，新娘子呀，就跟她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，要游行哎，从新娘的家一直走到新郎的家，一路游行，可能唱歌跳舞，好开心的。然后到了新郎的家以后，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结婚的庆祝，吃很好的菜，喝很美的酒，很开心的庆祝。有的时候庆祝好几天呢，庆祝1个礼拜呀、2个礼拜都不一定的。啊，耶稣跟他的12门徒全部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婚礼，他们一定也觉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在那个婚礼里面帮忙哦。很可能他在厨房帮忙，很可能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可能是新郎或者新娘的好朋友，所以在那里帮忙呢。我还告诉你一件事，还有一件事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的，就是以前呢，以前的人就是以色列2000年前的时候，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的地很光滑，他们那个路啊非常脏，就是泥土了，很脏的。他们穿的鞋子也不像我们今天的鞋子，他们穿的鞋子就好像有点像凉鞋，都露出指甲来啊。然后他们，你想走在路上，脚会不会很干净？当然不干净了，地上的灰呀、泥巴啊都在脚上。所以到了人家家里的时候，人家家的仆人呢，就会从他们的水桶里面倒出水来，放在一个盆子里给他们洗脚。所以这是他们以前的一个习惯，
所以你想那些客人来到这个新郎的家，哦，真的是仆人们就帮他们洗脚了，从那个水缸啊，那个水缸是用石头做的很大的水缸啊，从里面呢就把一些水挖出来放在一个脚盆里面给他们洗脚。然后呢他们那些人啊，洗了脚以后进了房子里面，就很开心的开始在那边庆祝婚宴了，对不对？吃喝啊，好开心。正在他们喝酒啊吃得最开心的时候，哦，有一件事发生了。这是画家画的主耶稣还有他的妈妈玛利亚。玛利亚就来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小朋友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哦，如果在一个结婚庆祝的时候没有酒，他们那个时候喝的酒可能是葡萄酒，不是很厉害的酒啊，大家都在喝，好像有点像葡萄汁之类的那种，那个，可他们说那个是酒了。他说他们没有酒了，这个很糟糕，因为没有酒就好像没有水喝一样的了。他们还有好多天要庆祝，怎么可以没有酒了呢？这是很大的问题啊。你想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为什么会告诉耶稣没有酒了呢？耶稣又不是那个婚礼的主人。小朋友，玛利亚，也许你不知道，玛利亚在耶稣还没有生之前，有天使告诉他，他要生的这个孩子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玛利亚知道耶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神，他一定有办法的，他这样想的。所以他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，他想耶稣一定有办法。想不到耶稣好像不太礼貌的，耶稣就对他妈妈说，妇人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小朋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告诉你，耶稣呢是玛利亚生的，他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他应该尊敬他的妈妈，应该叫妈妈做妈妈，不应该叫他做妇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呢，一方面又是神的儿子，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站在神的地位上，他可以叫玛利亚做妇人。所以他说，妇人，我时候没有到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那么急吧，有什么问题就要我解决，我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，就是说上帝还没有叫我去行神迹，做一些奇妙的事，上帝还没有叫我去表示表现给大家知道我是神，我就是救主，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吧。耶稣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，虽然如此，耶稣还是照着玛利亚的要求做了。也许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主耶稣啊，啊，对不起，不是说主耶稣，这个样。小朋友啊，耶稣变成一个人，一方面他是神，但是他也是人，他要给我们一个好榜样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要给你，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好榜样，就是要听我们爸爸妈妈的话。所以他还是听了玛利亚的话。然后玛利亚心里也知道耶稣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没有酒的问题，所以玛利亚就对那些仆人说，就指着耶稣说，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所以耶稣就开始对仆人说啊，你给我拿来六个桶，大桶来。这个仆人就拿来六个很大的，好像装那个水的那个桶，好，拿了六个大桶，石头的桶子。然后耶稣说，你把这些桶子都装满水，装得满满的水。小朋友，那些仆人呢，你会不会想，他们不是大家都已经洗过脚了，客人都来了，婚宴已经举行差不多，已经在进行中了，干嘛，他有没有想干嘛再装水呢？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问耶稣，就说好，他们就照耶稣说的把每一个大桶都装满了水。全部装满以后，耶稣又对这个仆人说，你呢，挖一些水出来放在一个瓶子里面，
你给那个管这个会，管这个宴会的人吃喝吧。啊，也许这个仆人又想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把这个桶里面的水给那个管宴会的主持人喝，那怎么好意思？他们也许心里这么想，可是他们没有问耶稣，耶稣怎么说，他们就怎么做，因为玛利亚这样说的嘛，他听玛利亚的话，也听耶稣的话，他们就挖一点水给那个管宴席的人喝，管宴席的人就把那个水喝了。那个他喝了以后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是最美的酒，简直太美了，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甜、这么好喝的酒。”然后他就跑去见新郎。他说：“新郎啊，别人都是把最好的酒先拿给大家客人喝，喝完了没有了之后，才把第二等的酒拿出来。你怎么把最美的酒留到最后啊？”这个管这个宴席的人，显然不知道耶稣做了一件什么神迹。什么是神迹呀？神迹就是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事情，叫做神迹。神迹，小朋友，这是耶稣他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把水变成酒了。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些六桶的水，变成六桶的美酒了，啊！你仔细看一看，这里是耶稣，这里是仆人啦，这后面是耶稣的门徒哦，还有仆人在装水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们也在后面看啦，12个门徒都看到了，他们亲眼的看到耶稣把水变成酒了，当然这个仆人也看到了，别的人就不知道。只有这些仆人，他们倒了酒，倒了水变成酒，还有这些门徒们，他们亲眼看到水变成酒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12个门徒，因为看到这个神迹，他们就更相信耶稣了。你说好吗？小朋友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真的是神，因为他行了一个神迹，是只有神能够做到的。小朋友。当你相信了耶稣，接受他到你的心里来，做你生命的主，你开始听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中也会有神迹哦。例如说，也许你的脾气很大，一发起脾气就乱丢东西，但是当你心里有耶稣，你常常听他话的时候，神会在心里，在你的心里面做一个神迹，使你不要乱丢东西，你会变成比以前更讨神的喜欢，那也是个神迹啊。小朋友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做你的主，把你心中的罪都除去，你愿意他是你的主，听他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这样祷告：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舍命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你进到我心里来做我的主，我相信你可以改变我的生命，好像你把水变成酒一样，你可以把我的生命变成更美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能够听你的话，做个好孩子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，你真的这样祷告了，耶稣在哪里？对了，他在你的心里，而且他答应永远不会离开你。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个星期背的圣经好吗？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神的唯一的儿子，赐给了我们，叫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不会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我们的罪不会被定罪而灭亡，而且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永远的生命。让我们来念一遍约翰福音3章16节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
反得永生。啊，我们下一次再来听新约的故事好吗？继续听耶稣的故事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们。